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观赏《光颜健康园地》，我是主持人孙威令。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请到黄立明医师来跟我们来谈一谈。好，黄医师你好。好，主持人你好啊，各位观众好，很高兴回到这个健康园地。是的，黄医生我知道您已经退休一阵子了，但是最近也在忙着做一些社区服务的事情，可以告诉我们大家一下吗？是的啊，我从19年开始退休以后，我就参加光颜社啊，在光颜社的这个诊所，也就是说，我们光颜社每天有看病人，特别是为没有保险或是有高自付额的病人服务。另外最近比较忙的就是要推广美国健康研究院一个百万人基因计划，要跟大众、跟医护人员详细的解释这个计划的内容，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研究上的数据。好的，我们今天会谈谈从遗传基因谈谈这个一个社区服务的一个计划啊。那我们从您今天带来的幻灯影片上，我们给大家来解释一下。所以今天呢，这个是您刚才提到是一个国家卫生研究院所提供的，是不是？是的。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内容上面哈。会提到这几方面哈，遗传基因啊，遗传医学临床应用哈，这个听起来非常的专业哈。不过，请观众朋友放心，我们今天黄医师会用很浅显的这个内容来给大家介绍，使您了解他现在做的研究计划，以及跟非常有趣的遗传基因的这方面的基本的知识啊。好的，那。在这个方面，我想我们就直接来讲一下这个关于这个细胞内部的这个结构和基因 DNA，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这张 OK，双好螺旋的。图？以前我们叫遗传学，现在我们叫遗传基因学，因为我们现在从这个双螺旋，我们已经知道更多的信息，也在临床上有很大的运用。先来讲我们人，我们为什么会长得这个样子？龙生龙，凤生凤，我们都带着我们父母的基因。这些基因遗传因子是存在这个细胞核里面，这个染色体里面。那我们人一共有23对染色体，那我们讲23对，也就是说我们有23个染色体是从我们的父亲这边来的。从我们的母亲那边有23个染色体，这个染色体里面的化学成分就是 DNA，也就是我们讲的核酸。那核酸带着这个数据化的信息，那我们的信息是不是写零跟一，而是写 A、T、C、G 4个字母，那这个有很大很大的信息，就可以有2个 blueprint，就是我们身体构造长得什么样子的蓝图。那我们很幸运，我们有2个蓝图，只要有一个蓝图是正常的话，大部分的机会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正常的人的样子跟功能。但是如果这个蓝图里面有缺陷的话，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核酸里面，我们刚才讲这个4个字母里面，有时候就是像我们打字打错一个字，misspelling，那这整个系统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身体上都是带着这些不正常的基因，还好，因为我们有父有母，只要这个蓝图
有一个是正常，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两个蓝图叠在一起，只要有一个正常的地方，我们就长得像个样子。这个是最基本的基因上的解释。我记得您提到说有一个比喻，一个什么拉链的比例，是不是？可以告 OK，诉我们一下哈。这个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双螺旋那时候就得诺贝尔奖。那双螺旋就是像这样子，我们可以把这个缠起来啊。那双螺旋就是有两个螺旋，那这个两个螺旋，我们这边每一个齿就代表一个字母一样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在复制的时候，我们的这一边从爸爸这来，这边从妈妈那边来，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完整的基因，但是在我们复制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从一个细胞变作两个细胞，变作四个细胞，变八个细胞、16细胞，在复制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拉链打开，然后这边又加上一个相对的拉链，这边又产生一个相对的拉链，这个就叫做 PCR。我们在做 COVID test 的时候，我们讲说 PCR 的核酸检视就是用这个原理，我们有信息，然后我们可以复制，复制完以后又打开又复制，所以一二四十六这样一直复制下去。那所以我们检查COVID-19 只要有一点点的病毒的基因，我们就可以复制很多次以后就能够检查出来。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从父从母得到的基因，然后就这样一直复制下去。这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解释这个双螺旋啊，好的，非常好。那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从父母亲的这个遗传，以这个色盲做例子来讲的话，是一个还有隐性和显性的因素，是吗？是的，色盲其实是蛮普遍的男生大概10个里面就有一个人有色盲，那女生的话，色盲大概200个里面才有一个，所以这个就是遗传上蛮复杂的，不是那么容易了解的。那尤其是色盲，有特别有趣的地方，就是它这个色盲的基因是在 X 里面。那我们男生是 XY，也就是我们 X 是一个 X，但是 Y 就只有一半而已。那女生是两个 X，那男生这个 X 里面如果这个色盲的基因在里面的话，就产生色盲。了解。那比如说这个图里面，这个爸爸是带着色盲的基因，因为他有色盲。但是他没有一个母系的基因去平衡他，但是他的子孙的话，很有趣的话，这个爸爸色盲，他生的男孩子完全正常，他生的女孩子也是正常，但是他们都带着这个基因继续传下去，所以这个遗传是这，我们有时候讲隔代遗传，有时候讲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些遗传，我们觉得是蛮罕见的疾病的一些遗传病，但是其实我们很可能我们身上都带着这些不正常的记忆。了解，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对于祖先 DNA 的这个测试，可不可以给我们利用很短的时间介绍一下？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常常有这种广告，就说你要不要知道你的祖先是谁呀？是从哪里来的啊？那差不多只要100块钱就可以送你的口译、唾液进去，他就给你侦测。他说你90% 是东亚人，但是你有可能5% 是西域人，或是中亚人。
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时候思路有一些交换的地方，所以那白人的话，他更希望知道他是北欧都有多少了，南欧有多少了，所以这个很多人对这方面很有兴趣，他也会做这样的试验。那我们也常常看到这广告，那我们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要花一个100块钱做这些东西呢？对，这个是有关于单基因遗传疾病的这个统计，是吗？对我们在遗传学上，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疾病是有遗传的，有时候是隔代遗传，有时候是直接遗传。但是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大概不会有带这些坏的基因嘛。但其实，在各个种族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疾病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白人里面有这个 cystic fibrosis，就是肺里面有泡纤维化、泡囊纤维化，他们25个里面就有一个啊。那我们亚裔的话，比如说地中海贫血，甚至一半的人也许带着一点这种贫血的基因，那但是这个贫血有比较轻微的，有比较严重的，所以如果你仔细问一下我们周围的朋友，也许他们都有基因上的问题，只是我们平常不去注意，因为这是牵涉到个人的隐私。但其实基因上的毛病是非常常见的。好的，了解。我们是非常高兴有机会请到你来谈一下，从这个基因哈，这个最基本的这种结构，然后谈到一下它对我们的影响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观赏《光颜健康园地》。我们今天请到了黄立明医师，给我们从遗传啊，然后医学、临床医学各方面谈到这些遗传因子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他现在参与的一个公益的计划。好，黄医师，我们现在呢，借着您所带来的文片，我们继续的来谈一下这个遗传因子。
这方面的这个问题跟一些病啦，你刚才提到地中海贫血啦，这些可以跟我们大家再解释一下吗？好的啊，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叫做单基因，但是其实我们的基因是蛮复杂的。那我们也觉得这些坏的基因也许不会在我们身上，其实坏的基因的概率是蛮高的。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很简单一个报告，就是。从香港有一个医生，他就收集了140几个人的血来看我们中国人、亚洲人在这个疾病上有没有这些坏的基因。比如说，我们看第一个，它是一个耳聋的一个基因，在143个里面有40个人有这个坏的基因，28%的人。你想想看，28%的人，大约1到4，或是不到4个人就有一个耳聋的基因。那，但是我们都觉得说啊，我的子孙好像都没有人有耳聋。但其实，如果我们去检查基因的话，检查到不正常的几率蛮高的。那我们的新生儿生出来的话，在第一天就会去做这个听力测验，就是因为。不是不常见，只是我们有时候不太去注意。所以，我们如果去做基因的普查的话，有时候都会看到一些不正常的基因，比如说这个耳聋，就不到四个里面就有一个人，所以不是罕见。还有其他的问题，地中海贫血的话，也许是1到7个人就里面有一个有地中海贫血。但是因为地中海贫血有比较轻微的，有比较严重的，但是我们还是多少会碰到这个比例的话，常常会高达1-2%的时候。但是有一些罕见疾病还是在带因者的父母里面是蛮常见的。嗯，是。那您刚才这边提到，就是说这个耳聋哈，耳聋的这种情形，这个是一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带有这样的因子，是不是？但这是并的，不表示说他就孩子就一定会耳聋，这还要跟隐性显性有关系，是吗？是的，所以这个遗传学是蛮复杂的，也不见得你有这个不好的基因就完全耳聋。有时候因为有其他的基因的影响，有时候耳聋的程度不多，那有时候。就是虽然有基因，但是不见得完全表现出来，这个就是非常复杂的地方。那有一些是遗传，有一些是突变，就是我的父母两边都没有这个毛病，但是在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在我们从卵一直到生出来的时候，这段时间里面，这些基因的复制的时候有。1-2个缺陷，那有时候在1-2个重要的缺陷的话，就会产生不同样的疾病。那也许你有这个不同不好的基因，但是你的后天的因素来决定它是不是表现出来，或是比较早提早发现，或是比较呈现出病症，或是一些比较晚的，比如说有一些精神上的。所谓跳舞症啊，这些东西，它是到比较晚年的时候才发生，所以有复杂的因素，所以常常我们忽略到这是基因上的问题。是的，好的，我们再谈谈这个常见而可治疗的这种多基因遗传性的疾病，好吗？是的啊，我们。有不好的基因，我们希望如果我们能够早期诊断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基因的筛检，然后发现说有不正常的基因，那我们就针对这不常
正常的基因去做预防跟治疗。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癌症、心血管疾病、中风啦、心脏病啦，甚至我们讲的精神疾病，所谓神经病，或是一些药物或是毒品的成瘾性，这些都跟我们身体的基因所带出来的，我们身体代谢这些合成跟代谢排出去解毒这些功能都有关系。那尤其像很多心血管疾病，我们如果能够知道它有天生的胆固醇的问题，或是三酸甘油脂问题，或是他的血管对这些高血糖、高脂的食物特别敏感的话，我们就可以提早的去预防它所造成的害处。比如说，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控制他的血压，我们就可以防止中风或是心脏病的发生。那这些是蛮复杂的，除非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数据，能够来比较不同样的人、不同样的族群、不同样的生活习惯，这些环境跟它基因交互的影响。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数据的话，我们就能够对这些毛病有更好的预防跟治疗。是的，我想黄医师哈，您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以前听人家有讲，就是说啊，他说我生活非常的正常啊，不抽烟，不喝酒啊，然后又常运动，哎，可是呢，这个胆固醇就是高，就是去比起来去一测就是比旁人要高，那这个是不是说，那有些医生讲说这个你就有点遗传了，所以这个是不是遗传因子上？就是有这样，他那就像有的人，他又抽烟喝酒干什么，生活不正常，哎，他一测胆固醇就不那么高，那这个是，就是你讲，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情形之后的话，是不是也就是说，及早知道这个祖先呐、啊，就是父母啊有这种因子的话，我们就特别注意生活，并且提早去吃药或怎么样，是不是这样的？是的，我们比如说，我们来讲说，胆固醇的问题。我们胆固醇是因为我们胆固醇是我们食物里面一个必要的东西。我们用胆固醇来制造许多荷尔蒙，跟我们身体整个功能的进行都有关系。那胆固醇它从肝脏里面去分解制成。那这些都是牵涉到一些化学反应，但是这些化学反应最主要还是从基因的遗传，所以有一些人他就是能够把胆固醇化解掉，有一些人就是不行。那所以还是我们看这些毛病在基因上还是都有不同，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基因，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哪一个基因，或是有多少基因来造成这个毛病。如果我们知道的更多，当然我们可以针对我们个人可以治疗得更好。对，所以这个要做基因的研究哈，就非常有意义了哈。听你这样讲啊，那我们可以现在谈谈临床应用是怎么样一回事？我是一个妇产科医生，那所以我们都是要跟这些准备要有生孩子的父母来谈这个基因上的问题，有一些遗传上的问题。那现在我们这个科学非常进步，进步到你还没有怀孕的时候，你结婚的时候就可以去检查。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有一些地中海贫血，或是其他更罕见、更严重的这些基因上的问题。如果一个产妇她带着这个坏的基因，那我们就赶快要去检查她的先生。如果她的丈夫也带着这个坏的基因，
那这个小孩就有四分的机会会产生问题。那有些问题是蛮严重的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美国对每一个怀孕的妇女，也就是对每个婴孩，都有好几样东西要去检查。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 cystic fibrosis，就是这个囊泡肺纤维化的这些小孩呼吸有问题，容易有肺炎。我以前对我的病人每一个都要讲到这个问题，每一个都要提供他们这个基因的筛检。如果我忘记的话，那生了一个小孩有这个问题的话，我就有很大的责任。所以这是很常见的，比如说黑人，他们有这个镰状的红血细胞的变形，这个是跟他们在疟疾疫情的关系。那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规定要去查的。那这些东西是在怀孕以后查，但是怀孕以前其实都可以查。就是看这个父母是不是有带因，然后怀孕到了10周、12周的时候，现在也规定我们都有抽母血去检查，蒙古性痴呆啦、什么，这个叫做，因为我们只抽母血，所以不是抽羊水，所以这个叫做非侵入性的检查。这些非侵入性的检查的话，在美国都是必要的。如果这个妇人她不愿意做检查的话，我们都要让她签这个自愿书，就是有很多检查是必要的。那生了以后，我们对新生儿也做了很多检查。刚才我们讲到听力检查，另外就是那个小孩子的这个脚跟，我们也刺血，然后检查好几样东西，因为我们检查一些代谢上的问题，如果我们发现这个代谢上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在食物上或其他的治疗来预防这个小孩子以后也许神经、脑部发育不全，都有许多的我们一定要做的一些筛检，但是还有很多可以筛检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些couple 就是夫妻，他们就是想要知道说他们是不是有共同的基因的不正常的地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的医学多么进步呢？他们可以把这个胚胎种进去，以前就先测这个胚胎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个叫做Lou Gehrig's disease 就是它有神经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知道英国有一个天文学家，他没有办法动啊，但是他的头脑很好，他可以写很多书，他可以解决很多太空问题，他也是有基因上的问题。那这些问题现在因为很严重，所以他们就可以先测这个受精卵，也就是要做试管婴孩，先测这个卵有没有问题，然后再植进去。所以可以，现在这方面已经非常非常进步，所以可以避免生出一个小孩子，也许他以后活不了，或是有严重的残疾。好的，谢谢所以您给我这们方解面释。的医学是很进步的。非常的进步，非常的好。好的，我们现在要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观赏《光岩健康园地》，我是主持人孙威令。今天黄立明医师在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大家谈到遗传啊，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或者后代的这个重要性。好，那现在呢，您是要跟我们来谈一下精准医学是吧？这个意思，我们从您带来的幻灯片里面给大家观众朋友做一个介绍，什么叫做个人化的精准医学？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因为我们带的基因不一样，那所以我们在个人化精准医学，就是我们针对我们这个个人，因为他不同样的基因，他身体对不同样的食物、药物、各种是化学变化、代谢作用有不同样的反应，我们就针对这个反应。做不同样的治疗，也就是因人而异的个人化、精准的治疗。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药叫卡玛西平，那我们常常用在癫痫。这个癫痫的第一个药，在美国我们用的就是这个卡玛西平，但是。100个人里面有1到2个人，他吃的这个药，只要吃一片药，他全身发疹。我们看到全身就是红斑、水泡，又痒又痛。所以当这个发生的时候，他就说：“医生，你怎么开这个药给我？”但是我们这个就是第一个药，因为是最有用、副作用最小的药。但是就是有这1-2趴的人。它就是会发生这个药物反应，这个后来我们发现是因为他身上的有一个基因把这个药化解掉的程序就发生问题，所以他吃一个药以后就会发生这个过敏的反应。那一般来讲是1到2趴，所以我们还是给那些。因为99、98的人是吃这个药有效又有用，所以我们就常用这个药。但是在亚洲人，也许有6趴，也许甚至在某些族群高达10趴，就是10个人有一个人吃了这个药，就会发生这个很严重的副作用。那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就可以来测这个基因。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可不可以吃这个药。那这只是一个举例，在癌症方面也是一样，癌症有一些治疗，我们不但要检查他身体各式各样的不同样的结构或是化学反应，但是在基因上面常常就可以看出这个药对。这个癌症是不是有特别的效果？因为我们知道癌症，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是基因上发生问题，那这些坏基因的这些癌症细胞就不断的分解，所以它还是跟基因有关系，也跟基因治疗有关系。所以我们如果要有一个精准的治疗的话，就是要需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尤其是在我们亚洲人，我们亚洲人在这些基因上的研究的话，常常被忽略掉。因为比如说，在美国，我们知道犹太人有一些遗传上的毛病，我们都非常熟悉，因为已经做了很久的研究。但是在亚洲人，这方面的话，参与人不多，所以我们的数据不多，所以有许多这些基因上的检查不能够检查到详细到我们不正常亚裔所带的基因，他们检查是白人常带的基因。虽然我们讲同一个基因，它会产生刚才讲的1-2个字母错误，但是这种错误是这样。一直一代一代传下去，但是在白人，他的错的基因跟我们黄种人的错的基因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去做这个 PCR test 的时候，我们检查到那一段文这个密码的时候，我们只是去对这个白人多的密码，但是黄种人一些密码，我们就比较少去侦测。那所以同样一个基因上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炮囊肺纤维化，在白人的话，我们做这个试验，如果它是阳性，那我们知道有问题；如果是阴性，我们大概知道说95上的这些坏的基因都已经查出来。但是在我们亚洲人的话，因为这些坏的基因的样本都是从白人来的，那我们坏的基因这些样本还不知道，所以就检查不到。所以我们同样一个基因检查，对他们的正确率是95%，对我们亚洲人有时候正确率只有50%、60%。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去知道各个种族不同样，或是各个人不一样的基因。这个是不是也从其他的一些病症方面，我们亚裔人因为去接受这个，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比较少，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影响？是，这些都是常见的疾病。那我们亚洲人其实有一些毛病特别多，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胃癌、肝癌、肝炎，我们亚洲人特别多，甚至连糖尿病，我们亚洲人也多一点啊。但是我们就不觉得说我们亚洲人的糖尿病有那么多，其实很多，只是我们亚洲人，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吃的那么好，那我们如果从年轻的时候就像美国人吃这么多的话，我们糖尿病的机会、高血压的机会、心脏病的机会、中风的机会都会高很多。就是说，我们除了基因以外，还有一些是环境的影响、文化的影响、饮食的影响。那接下来你有什么建议呢？你所现做的这些事情，怎么样 帮助我们亚裔？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啊。当然，这个图有一点太详细，也看不清楚。最主要的话，它就是说我们的医学研究，在美国，我们看那个红色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样本的取样。那在美国的话，我们大概只有1到2%的研究对象是在亚洲人身上，比如说我现在开发一个高血压的药，那我先要这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这个临床试验。那在第三期的临床试验里面，我若找1000个人里面，那大部分都是白人，有一些黑人，但是亚洲人就很少。那所以这个药对白人有用，对亚洲人到底有没有用，我们就有一点存疑。即使全世界这个医学研究的对象，我们亚洲人其实占全球的人口60%，但是我们只有20几%的这个研究对象是在亚洲人身上做的，所以我们的医学数据大部分是根据白人。所以我们现在说哪一个毛病吃哪一个药好，其实是对白人好，对亚洲人只能讲说不知道，或者说我们不太知道，或者说我们不太确定，所以我们需要更多亚裔的人他的健康资料跟他的基因的数据，来建立一个针对我们亚洲人特别有利的健康计划。我想您讲的非常有道理哈，就是我们华人比较少去接受这种研究啊，或者是做志愿啊，或者是填一些 data 做这种测试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努力的，不然的话，在健康统计上面、大数据里面，我们就不容易找到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些数据啊。所以，您就提到了这边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
改变我们在医学研究中的弱势，是不是？是不是现在有什么一个好的方法来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是的，我们现在有一个不用钱的方法，啊，不，也就是对我太好了。们不用花任何钱，也就是美国卫生研究院对在2016年，他开始一个百万人基因研究计划，就是他希望能够取得100万个美国人，也就是住在美国的100万个人。研究他们这100万人，他们的基因的组成跟他们的健康资料，也就是说他们生过什么病、吃过什么药、治疗的效果怎么样？他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大数据来研究美国人的健康、他的基因，还有他的生活习惯，也就是我们的环境影响，对，在我们健康上。的研究或是健康医疗资源的分布上，能够有更公平的地方。那这一个计划也就是不用钱。那现在从当时16年开始讲说要有100万个人，到现在已经有80万人的简体已经收到了，所以剩下大概20万的机会，那有20万的机会，就是免费来检查我们身体的基因。那这80万个人里面的话，大部分还是白人，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问题。我们亚洲人，包括黄种人，也就是他们称为夏威夷跟太平洋诸岛的这些。我们讲蒙古了，就是这个蒙古种的黄种人，他在整个计划里面只有2%。那这整个族群，黄种人的族群在美国现在差不多有12%，所以他希望把剩下的这个20万的这个机会来加强给这些亚裔的人去参加，让他们能够把他们的基因纳入这个基因库里面，能够来做一个研究的大数据。那这个计划不但开放给亚洲人，它也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计划的一个数据的基础。任何做医学研究的人都可以申请来使用这个大数据。那当然，我们会有一些隐私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必烦恼，因为他的这个计划最大一个花很多精神去做的就是保持隐私，因为我们的基因属于我们个人，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隐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计划，包含了各种人种。因为毕竟我们白人和我们亚洲人，我们的基因的话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准确的数据，并且呢是政府补助的。所以我们去做这种测试，也不要花我们自己的钱，非常有意义。好的，我是们的，现在休息一下，等到最后一个时段的时候，王医师再给我们来做一个总结。我们休息一下，谢谢。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观赏《光岩健康园地》。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地请到黄黎明医师，他本着对这个社会关怀、对社区贡献，哈，除了他本身的这个医学方面的这个服务之外呢，也考虑到我们将来要建立一个亚裔人的这个大数据啊，其实政府已经开始在做了啊，我们不需要花钱做任何的事情，只是需要参与啊。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请黄医师对这个方面跟我们大家再多做一些鼓励和解释。好，黄医师，这个是加入100万人的行列，从这里开始啊。是的，所以今天我在这边要特别邀请大家来参加这个百万人的行列。我们刚才讲到最主要的话，就是我们代表性，我们亚裔的代表性在美国，尤其在这医学研究上不足，所以我们参加这个百万人行列，最主要还是来增强我们的代表性。那这代表性对我们有益处，因为国家健康的一些资源的分配都是根据这些数据来做的。所以，我们如果不把我们自己摆进去，那我们就丧失了机会。所以，参加百万人行列，不但是对我们自己有益处，还有对我们的子孙有益处，还有对未来医学的进步有益处，所以这个不是光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整个人群医学的健康来做我们的一份的责任。你也特别提到，就是来这个参与这个的话，会有特别的保护大家的隐私，是不是哈？这个方面也是很多华人所特别注意的。那好的，我们就继续的，请您来解释一下其中的一个细节哈，怎么样来参加，然后语言方面，然后网站方面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请跟我们大家再介绍一下好吗？好的，那这个 all of us 就是我们大家的意思哈。那我们大家，我们大家美国人，我们有12%以上是我们亚裔黄种人啊，那都是我们大家，这个是要有代表性，我们大家。那参加的方法，我们可以在网上，就是 joinallofus.org 啊，这个网站就可以加入。加入的话，就是把我们个人的资料填进去。那这些个人资料不但有关于我们出生地在哪里，我们的年龄、性别、我们健康情况，那我们把这些资料填进去，然后第二部分的话就是基因的简体，那现在是不用抽血，我们只要有一个唾液的收集，然后寄进去，它就可以match 我们的个人资料跟我们的基因的资料，把它摆在一起，在大数据里面。然后再来就是一个授权，授权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隐私性。因为我们要授权我们的健康资料放到这个大数据里面，我们的健康资料，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手机上、电脑上常常有一个 mychart.com 或是类似像这样，也就是说，我们的健康资料我们自己看得到，我们可以在，我们比如说，我们抽一个血，我们照一个 X 光，我们在几天以后就可以上网去看到我们自己这个资料。那这个资料，我们可以授权去传给我们一个下一个医生啊，或是我们去急诊处的时候，急诊处的人知道说你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可以去查阅。所以，我们就有授权，让这个 NIH 可以去拿我们
去看病的资料，所以这个就牵涉到比较多的隐私方面的事情，所以有许多人不愿意参加，就是不愿意说让人家知道你的一些有去看什么病啊，尤其在遗传上的问题，我们不希望人家知道说我们家族里面有什么遗传上的毛病，因为到时候如果有一些婚嫁娶啦，这就有这些问题。但是为了我们的子孙，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子孙知道我们在遗传上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这边要提到两个，美国有两个法律，一个法律就是 HIPAA，就是我们的健康资讯的安全法，就是说除了为了健康的原因，或是因为保险付费的原因，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医护人员都需要保护你的资料。这里面有一些法则，所以他们很小心来处理你的资料。第二个就是有这个基因的一个安全法，也就是说，如果你基因上发生有一些毛病的高致，就是有致病率，比如说我们讲乳癌，那乳癌有两个基因是会发生问题。我们可以检查得到。那如果你怕说你检查了这个乳癌的基因是阳性的话，那保险公司以后会不会帮你治你的癌症，或是甚至你要去买一个人寿保险，是不是因为你的治病的或是死亡的机会比较高？人寿保险就不愿意保你，或是给你增加保费。美国也有一个法律来保障这样的人，就是说保险公司不可以用基因上的问题来提高他的保费，或是其他影响你的权益的问题。美是，国有这个法律来保护。好，可不可以也跟我们谈一下这个参加还有一些好处在这里，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表面上的好处，对我们个人的话，当然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祖先从哪里来，比如说我是广东人，那我弟弟一做这个检查，他就知道说我妈妈好像有一些基因是从云南、贵州那边过来的啊，这个也是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地方。那另外就是说，这个基因计划也检查许许多多不正常的基因。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他会告诉你有哪些不正常的基因。当然，这些基因有一些是常见的基因，有一些是未来才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参加这个计划，不见得马上就知道我们有哪些不正常的基因，但是在未来更多的研究、更多的资料堆积以后，也许会告诉说，你有一个不成长的基因，你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毛病？所以也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基因上有什么不正常，或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对哪些药物会有反应，对哪些治疗所使用的药物哪一样比较有效？所以我们在这上面的话，可以知道，不但今天对以后，还有对我们的子孙，带着我们基因的子孙都有益处。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如何加入这个项目，再给我们简单的提一下，然后我们再会秀一下怎么样能够参加，好不好？OK，参加这个计划，讲起来很简单，你就上这个网站，然后就登录你自己的资料，你就是开一个户，然后就把 password 把那个密码打进去，然后就有一个资料库，你不见得一次就要做完，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容易，所以特别要跟大家交代一下，我自己上这个网站啊。大概总共花了我45分钟，
才把我所有的资料摆进去。那这个资料只有英文，还有西班牙文，很可惜没有中文，因为我们中国人大概在美国大概5%嘛，那这个百万人计划是希望各种族的人，也就是几百不同样的种族的人都能够参加，所以不可能说把它翻译做几十个不同样的语言，所以现在只有英文跟西班牙文，但是有个好处，因为我们光研社也是这个百万研究计划里面的一个共同辅助的单位，所以我们光研社也有专人能够帮你来填写这些资料。那只要你是住在美国，18岁以上都可以参加。你想参加的话，就是可以打这个电话给我们，或是从这个code 去扫描进去。那我们在这2年已经帮了忙很多人来加入这个计划，也从我们的光研社送出许多简体，就是用口水收集的这些所有的需要的东西跟这个邮包，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联络光研社，光研社有专人可以帮忙你参加这个百万人基因研究计划。是的，光研社这个专线是832-206-3429啊，可以打这个专用的电话来问问题，或者预约转讯，或者是可以把荧幕上的这个 QR code 给它扫一下，然后可以来加入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个计划。呀，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呀，黄立明医师啊，在百忙中，他真的是退休之后还继续的回馈社区啊，在光研社做义务的医师啊，帮有需要的家庭来看诊啊，而且呢，现在也在对于这个百万人计划，他也特别为我们的华裔啊鼓吹发声，希望这个大数据里面能够有更多的华裔人在里面，以及将来我们做遗传研究啊，或者是预防病症，能够有更好的这些效果啊。我们在这里也呼吁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希望你能够对这个计划更有需要一些了解的话，跟光研社联络啊，在这个电话上或者是扫码，因为我们相信这个计划不但是对我们自己有所帮助，对我们的下一代啊。历历代代以后都会因为这个计划而受益的。好，黄医师，我们最后剩下1分钟，你可以给我们大家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好吗？好的，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边给大家介绍这个百万人基因的研究计划，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你个人不愿意参加的话，你可以鼓励你的子孙参加，或是你的朋友，或是其他的人，让他们了解这个计划对我们个人跟我们整个国家未来的医疗的成效都有帮忙，不但我们帮忙我们自己，我们也帮忙其他也许有这些不正常基因或是毛病的人。那医护人员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帮忙鼓吹这个计划。因为有越多人参加这一个计划的话，我们的数据会更大、更完全、更精准，对我们以后的每一个人都有帮忙。谢谢大家。谢谢黄医师，这次是非常有意义，是利人利己的一个活动。我们再次谢谢您到节目中来。
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愿神谢祝谢，福您和您的一家，我们再会，谢谢。谢谢。